刘佩月呢日出席剧集宣传，阿满喺新剧入边嘅新娘造型就大获好评，唔知阿满自己又中唔中意咧？真好，又恐怖啦，又靓啦，系咪？但系我系真系有一个都几诡异嘅嘢，就系、是、我由拍第一套剧《四个女仔三个巴》开始，去到呢一套《十二传说》咧，我系未试过记得成分嘅。系啊，即系我所有嘅感情都好似冇乜好结果咁样嘅。咁啊，希望呢一个都系一个都市嘅传说啦。咁啊，真人嘅我咧就平平淡淡、简简单单、开开心心就得噶啦。咁现实嘅感情生活又有冇新嘅发展啊？对人前梗系咁讲啦，好多人追我噶，但系其实背后就冇啦。